握手代表认同，系咁嘅话，以后报火灾，逐个同我入火场。你发烂仔恐吓啲细嘅做咩啫？全波未打完，边个赢边个输仲未知嘅。成个 prime time 好似透晒明咁，赛果好明显啦。好啊，睇下球证点判。你冇嘢啊？你未经我同意擅自改 run down？ 你知唔知你咁做令到好多同事都好唔满意啊？ 飞爷，你又可以领工喎，论数据、论成绩，起码系10年嚟最爆嘅 prime time。仲有网上留言同 repost 都过万啦，破硬6年前脱欧嘅 record。我唔理今晚嘅收视有几爆，有几多嘅点击率，几多 like， 几多留言，都系失败。因为我哋有记者受伤，人冇事先可以做到世界冠军。呢只镬你今次咩硬？ 轻伤者系好彩，万一有咩事，去边度揾个女陪翻俾人啊？我同警方、消防两边大 Sir 打咗招呼，如果有证据证明系你梳摆刘艳入火场嘅话，佢哋会展开刑事调查。我好乐意合作，随时 call 我。冇事嘅话我先走，今日我 last day。唔好走住，仲有一个钟头，你就离开 SNK， 我咬你唔到。 不过你班细嘅肯定冇好日子过。头先有份帮手嘅文家军，一人一封 warning letter， 唔信气嘅执包袱扯。我条 team 又好，刘艳又好，佢哋都系听我 order 做嘢嘅啫。如果有任何责任要孭，我文慧心一个人孭翻晒。你唔好搞啲细嘅。 有事嘅话，我哋同 Man 姐一齐承担，要出信嘅话咪一齐拎咯，要罚一齐罚，系咪啊？走啦，仲喺度啊？唔好嘈啦，与其喺度听片面之词，不如听下当事人点讲。 刘艳啊，方唔方便讲两句？刘艳，有咩啊？放胆讲。件事唔关 Man 姐事，系我误会指令。成个新闻部包括飞爷都喺度。我问多你一次，系咪有人逼你入火场？冇啊，系我自己决定入去噶。刘艳，你揾到料之后，净系俾 Man 姐。 冇撇翻台，净系呢个错已经够我写花你个底。我唔介意个底花，但系介意是非俾人扭曲。O K， 我就当两边都有佢嘅道理，但系你哋唔好忘记，今次受伤嘅系嘉贤嘅新人。咁如果我哋话要问责嘅话，我哋系咪应该请阿嘉贤出嚟替佢讲句公道话呢？ 张嘉贤，类似嘅事其实唔系第一次发生，大家应该记得童子尧噶嗬，佢嗰阵时就喺呢一度被大家指责刑事毁坏偷走车 cam，要俾人炒鱿，当时 Man 姐嘅理由。 就系做新闻嘅都要有规矩、有底线。如果套翻喺佢身上，应该要有人负全责咯。但我相信做新闻嘅人系唔会俾规矩绑死，系会为件事好，尽一个记者要尽嘅责任去记录事实。如果可以再嚟过，我会希望收到电话嘅系我。起码以我跑新闻咁多年，我会识得 handle 呢啲咁嘅 order。 既然 Man 姐都话孭晒所有责任，不如 George 都收翻啲 warning letter， 保持翻 SNK 嘅士气啦。哼，大将之风，就按你嘅意思去做。阿 Man， 由于你违规，麻烦你按照今日原定嘅时间执嘢离开公司。
至於其他同事，你哋嘅 team spirit 令到我好感動，所以你話我隻眼開隻眼閉又好，皇恩浩蕩咩都好啦，今次就算。梁景仁，我見今日 last day 送最後一個道理俾你。我做新聞從來都係為公司為件事，唔係為自己。一個完整嘅報導係對觀眾基本嘅尊重，所以我希望你以後唔好再將私人嘅恩怨凌駕喺新聞嘅本質之上。咁又係侮辱咗新聞同埋觀眾。George， 過去嘅事，過去嘅人，唔好再提啦。入我房，我哋傾下將來。喂，企曬喺度唔使做嘢啊！散開啦！我認同你嘅專業，但我唔認同你嘅手段。只係另一邊，我兩樣都唔認同。你睇住你自己啦。今日個批鬥大會唔係針對我，係針對你。菲兒特登要你 take side， 無論你揀邊個都會得罪另一邊。其實咪想拉埋你入嚟一齊鬥咯。講完啦，自己消化一下。好多主播的 title， 出到街佢只是个中女，咩都唔系。放长双眼睇下公司同佢，边个冇咗边个唔得咯。其实 Man 姐咁叻咁做得嘢，点解公司都要佢走啊？世界不嬲都唔公平噶啦，边有咁多苦尽甘来啊？你将你学校学到嘅嘢全部抹晒佢得噶啦。总之。不要嘗試在找原因，要找方法，用盡方法留下。立法會各議員被驅逐離場之後，對張主席發表公開新聞稿，當中寫到：勢不可去盡，話不可說盡，凡事太盡，緣分勢必早盡。至於張主席，到現在還未發表任何回應。不得人心的人，沒人會厚憐。我也想知道誰可以坐到我這個位置。英国的朋友你们好，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现在无论是透过网站或者是 TVB Anywhere Plus 的应用程式，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精彩节目，记得支持我们的新剧《香港人在北京》啊！还未是我们用户的朋友，就快点 scan 这个 QR Code 和我们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Hello， 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佘诗曼。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新闻女王精华片。还有啊，英国的观众朋友，我们最近新出了一条专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JUK， 将今年最精彩的剧集带给你们，记得 subscribe 啊。